妈，我们去殡仪馆了。哎，我知道了。想去的地方，就是到普陀山拜拜观音菩萨。行，去普陀山。姥姥有个信仰也好，心灵有个寄托。咱们老了，没有用了。最大的愿望还不是巴望着孩子们都好，拜拜观音菩萨，保佑保佑你们李家的子孙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的。行啊，保佑保佑平安健康。哎，人一辈子没有病多好啊，我这一病，自己受罪不说了，也拖着你在病房里待了半年多。老伴儿，老伴儿，老来伴儿啊！要是有一天我先走了，孩子妈，这谁来办你以后的日子啊？老姐姐刚信佛吧？哎哎，我们不懂，烧香也不知道怎么烧的。烧香拜佛是表恭敬心的，要虔诚才行。那个是你儿子吧？烧香往香炉里随便一扔，那就不如法了，以后要注意点。谢谢您。您是这寺院里的人？我不是，我是居士。什么是居士？居士就是在家念佛皈依了佛门的人。皈依？哦，信佛还要皈依？信佛那只是信，烧烧香拜拜佛，求佛菩萨保佑保佑，皈依了那就不一样了，有护法神护持你呢。那咋皈依的？您想皈依，那我带您见师傅吧，师傅给您受三皈依，发给您皈依证，以后您就是佛门中人了。那好那好，麻烦您带我去见见师傅吧。妈，
你怎么想到什么是什么？回去商量商量再来也行啊。这商量什么？不用商量。海涛也忙，你们先回家吧，我在这儿多待一会儿。奶奶，中午别忘到我家吃饭。阿弥陀佛，今天您的佛缘到了，见了师父先问讯师父，皈依了，师父也就是您的师父了。中午在寺院用斋吧，下次吧，还要到儿子家。以后初一十五就来上香吧，回去多看看师父给您结缘的佛书，有不懂的就来问师父。奶奶，觉海慈航，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佛说无量寿经，奶奶你以后就是佛门弟子了。看佛书要洗净手才能看，以后奶奶也不再吃肉了，可要好好念佛了。妈，你这还没念了就迷了。妈，念佛归念佛，该吃什么还得吃什么，身体要紧。来，妍妍，这是师父给的护身符，带着吧，保平安。奶奶，是镀金的吧？我可没地方带。你这孩子，要是纯金的，你就有地方带了。妍妍，快来帮奶奶看看字来。奶奶，看什么字？奶奶老了，字也看不清了，看书也看不了了。奶奶，看什么字？我帮你看。好孩子，帮奶奶读一段。什么是佛教？奶奶想知道佛教是怎么回事。好的。问，佛教的教主是谁呢？答，这个人说起来是全世界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知道的，他是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，姓乔达摩，名悉达多，成道以后称为释迦牟尼。他在幼年的时候已经通晓世间一切学问，到了年纪稍微大一些，看见世界上的人类和其他动物互相残杀，互相吞吃，循环不停，又感到生老病死是免不掉的，就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苦的，非求一个解除苦恼的方法不可。行了，妍妍，奶奶以后慢慢看，你学习去吧。奶奶，星期天作业我都做好了，我再给您念一段吧。作业做好了，复习明天的课，明天我去给奶奶买花镜，快去学习去。嗯，奶奶再见哦。老伴儿，你受苦喽，闺女我受了一辈子的苦啊，现在我快死了，怎么才能给你一点补偿？别这么说，都是这么过的日子。年轻时我打你骂你，忍着受着，老了一身的病，又让你给我端屎端尿，老伴儿，我对你心愧呐。如果能够再活一次，我一定好好待你，疼你。我快不行了，你也一身的病，我死了以后，趁着还能动，出去游游山，玩玩景，好好享受一下，也不枉来到这世界上一回。
上哪儿去呢？再享受也逃不掉一死啊。问我不愿意死，怎么早晚要死呢？我愿意上天堂，怎么不能去呢？你说生死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掌管着的话，我真不明白了。答，这也没什么不容易明白的，懂得因果的道理，这就不难了解了。有因就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因，所得到的报应就是果。比方说，你今生的行为符合人的道理，那么你来生就还是一个人，你今生的行为和天道相似，那么来生就能升天，其他各道都是这样。再说的简单明白一点，就是做善的得福，做恶的得祸，做善做恶当然是由你自己做主，那么生死祸福还不是你自己掌管着的吗？喝啤酒自己买去，菜一会儿就炒好了。让妍妍去。你怎么这个样？儿子陪妈说话呢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不喝就是了。让妍妍去，妍妍去。妈，你别怪你儿子了，这两天你在这住着，他还把这里当个家，哪天不是三更半夜才回来？你有完没完？我去，我去。再买瓶饮料。再买袋味精。妈，吃饭吧，吃了饭再念。啊，妍妍，咱们吃饭去。妈，明天我要去省里开会了。哎，你去吧。在外边多注意休息，晚两天我回去住。妈，爸走了，你身体也不好，一个人住着我不放心。妈，就是你回去，我们也得给你找个保姆。不用不用，别折服了，我能动，哪能找人伺候？现在妈想开了。我明白了。妈，你明白什么？信佛就是劝人做善事，你可不要迷信了。奶奶意思是说明白因果，知道生死无常，是吧奶奶？嗯，好孩子，对对，你爸就知道改过从善，年轻时受了教育，现在知道了。那不叫改过从善，那叫改过自新。老年人学佛还来得及吗？来是来得及的，不过应该知道自己光阴无多，要加倍努力就是了。老辈儿，我还能活多长时间？一天十二个小时，一个小时。老辈儿啊，我只要在呼吸，我就是活着的。怎么样算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呢？
就是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。在这个世界的西方，离这个世界很远，有一个世界叫做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叫做西方净土。学佛的人应该祈求死后升到那个地方去，所以说求生西方净土。妈，你做饭了吗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妈没事儿，过来了。妈，我们去医院吧。好了，妈好了，没事了，我打了个盹儿。妈，我不该让你做事，你要有个好歹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妈愿意做，伺候了你爸一辈子，没有事做也不习惯呢。妈，我脾气不好，您别介意。妍妍明年要考学，学习紧张，这两年海涛对我不冷不热的，我心里有时特别烦躁啊。哎，我知道，妈年轻时也和你一样。海涛回来，我回去住吧，妈一个人住也清静些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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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老妹妹，他们穿那灰色的褂子在哪儿买的？是请的，不能说买，咱佛家都叫请，寺院里没有居士服，是在居士林请的。还有居士林？居士林是干什么的？居士林是在家居士修行的地方，寺院是出家人修行的地方。哎，看我什么也不懂。老妹妹，以后你多教教我。阿弥陀佛，慢慢就会懂的。我刚信佛也什么都不懂，常来寺院，不懂的就请示师父就行了。阿弥陀佛，回去呀。阿弥陀佛，去居士林，今天来了一个东北的法师讲经说法，我没去听进去。阿弥陀佛，随喜了。老菩萨你去吧，听经闻法能增长智慧，破迷开悟。咱们去听听。你去吧。阿弥陀佛，走走走。刚才我们讲到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世界，这是真实不虚的，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宇宙广袤无垠，无量无边，我们的地球在太阳系，过了太阳系还有银河系，过了银河系还有无量星系，这正见证了佛说的华藏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么遥远，阿弥陀佛怎么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美国科学家研究证明，速度达到了极限，时间就会静止，达到了超时空的速度，时间就会倒流。宇宙飞船够快了吧？可能还没有光速快了呢。光速够快的了，可是还不如一个念头速度的千万分之一。所以我们念佛念念佛，就与阿弥陀佛有了道交感应，临终十念佛号，必然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多么殊胜，靠着阿弥陀佛的大愿大力，成就不可思议的念佛功德。刚才师父咋说，坐宇宙飞船也飞不到，咱们念佛阿弥陀佛做什么来接引咱们？做莲花座呀，你没看佛像，阿弥陀佛坐莲花座上的。我咋糊涂了，莲花座咋飞得那么快？哎，老菩萨，你念佛清净了，就和阿弥陀佛有了道交感应，道交感应就在一念之间。师父不是说了吗，念头的速度比光速还快呢。念头咋样个速度？没有文化念佛也不够料。师父不是说了吗，没有文化知道的少，
账道少，知道的多就会有法治，法治当道了，没有文化，老是念佛，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们看看，现在社会道德沦丧，弟子规就是根本的根本，人都做不好怎么成佛？你们看新闻了吗？一个中学生受不了学习的压力，把自己的母亲杀死了，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？说明了一个道德教育问题。和谐社会从哪里来？从传统道德教育中来。阿弥陀佛，人做不好怎么成佛？先做人后成佛，成不了佛下辈子还可以做人，咱们修的是人天福报啊。你们看山西小院了吗？你看多少人受地藏经，把业障都消掉了，疑难杂症都好了，受地藏经真是不可思议啊。地藏经不是一本孝经吗？刮目救母就是孝啊，受地藏经能超度冤亲债主，超度他们就是孝啊。在家送地藏经招来恶鬼怎么办？招来恶鬼听经闻法是你们缘分出生，送地藏经超度他们呀。那超度不走怎么办？超度不走？哎，你不是李大姐吗？您是？咱们出去说话。我姓刘呀，十来年前我儿子调到工作，张局长可是帮了大忙了，到你们家去瞧张局长，张局长说啥也不收我的礼，硬是折价给了我100块钱。忘了吗？你还给了我一大包衣服呢。难为你还记得，过去的事儿了不提了。张局长身体还好吧？老头子走了。阿弥陀佛，张局长可是个好人呐，走了人会升天享天人福报。他能有这个造化就好了。刘居士，我刚刚信佛，什么也不懂，以后您多帮帮我呀。哎，我信佛7-8年了，也是迷迷糊糊的，师父让咱们念佛咱们就念佛，师父叫咱们送地藏经咱们就送地藏经，师父说持戒能开智慧，但戒体往生品位高。去年我到东林寺受了菩萨戒，咱们不懂就慢慢学呗。哎哎，李大姐，给我你的电话，以后居士里有啥活动我通知你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您要有时间就到我家来，多开导我。每月的七载日半夜拜佛，能消累世的业障，夜里11点拜到1点，等于拜2天的佛呢。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。哎哎。老伴儿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离开你们呐。天哪，怎么才能不死啊？如果只是肉体死了，灵魂不死，我还能回来看看你们，看看儿子，看看孙，看看你待在屋里再不如伺候我喽，悠闲地看电视。灵魂不死，老头子，灵魂不死，我早晚也要去，你在那边等着我，我还伺候你，老头子。那你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何以动动？天旋地转，天旋地转呢。老头子，你抓住我，我陪着你呢，老头子。谁呀？李大姐，是我，我是刘居士。哎呦，刘居士，快进来。好，哎，快进来，进来。阿弥陀佛，李大姐，我来告诉你个事儿。哦，行，好嘞，快坐，快坐，来坐来。我给你倒杯水去。不用不用，别把我当客人。明天居士林组织大家放生，你去吗？怎么放生？放生就是买了鱼呀、鸟呀，还有蛇呀。放了啊，我懂了，就是救他们的命。放生就是救命，放生就是还债，放生就是治病，
放生就是我记不得了，放生功德大呢，放生功德第一，能消灾免难呢。我去，他们也是生命啊。阿弥陀佛，你看你有文化，懂得就是快。明天到哪里集合？明天上午8点到长山路菜市场门口集合，咱们在那买了鱼，到南湖去放生。他说好好。给儿子放生100块钱，给老头子放生100块钱，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愿儿子工作顺利，老头子这个业障全消，大病痊愈。我放生100块钱。阿弥陀佛。功德回向给谁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回向啊，那就回向给这些鱼吧。把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起个愿吧。阿弥陀佛。家里天天人满满的。他师父是四川的活佛，听说他师父打坐时飞到了天上，真是神了。哎呦，这就是神通吧？是啊，神通不求自得，求了就得不到了。只要精进修行，不知道哪一天就有神通了，连你自己都不知道。还真有那么回事儿，我还以为都是《封神榜》《西游记》里的神话呢。西游记那里面说的都是真的，孙悟空就是斗战胜佛，一点都不假。这位您介绍下，没见过。阿弥陀佛，他姓李，刚学佛没多长时间。阿弥陀佛，来给你们光明沙一人一瓶，还有甘露丸一人一份，上师给咱们寄来的，你看咱们多大的福报啊。上师还在闭关，天天都在加持咱们这儿的居士。阿弥陀佛。甘露丸你们吃2粒，剩下的供养在佛台上，过段时间还长呢。我供的甘露丸原来一点点的，现在都长好大了，原来8-9粒，现在已经10几粒了。这些甘露丸都是上师加持过的，能治百病。给你们的光明沙也是上师加持过的，家里不安宁，在屋里撒一点能保平安。
要往生的人在胸口前撒一点，立刻就能往生。死过的人在坟头上撒一点，也能超度往生。上师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啊，他是一个转世活佛。你看他在藏地闭关，咱们这里发生什么事，上师都一清二楚。回去在赵局长的坟上撒一点。妈，妈，佛台买来了，以后不要再出去了。你身体不好，在家信佛也就可以了。没事儿，妈刚学佛，什么也不懂，出去跑跑，听听别人说说，也能有点长进。套，给淑萍说一声，星期天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带菜，我去买菜。以后到我这儿来，就得跟我吃素。老妈，那怎么吃？你吃你的素，我吃我的肉，你们不是讲随缘吗？来我这儿就得随我的缘。我常跟你们说，要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，不论是非，影响自己的清净心值吗？你们看，有些人我不提名，大家也知道，总以为自己开悟似的，这个不如法，那个不如法，自己如法吗？自己的冤亲债主都渡不走，还去渡别人，那个心不清净，能渡了什么？没有正法，佛菩萨也不加持。就是的，小凡附体。咱们跟他做三世信念，当天就好了。
咱们念佛组成立两年，给多少家做了30信念，没有正法，还有人到处打听找上门，请咱们去做超度。李居士，以后您不要乱跑了，到咱们这个学佛小组来，你会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，跑来跑去的把心都跑散了。我不懂，慢慢跟大家学。以后常来，没有30信念，雨居士给咱们念书都是大法师开示。我昨天看了法师的开示，像那些化缘的假和尚，你布施给了他，他有罪你有过。为什么？他们是骗钱的，你布施给了他，你也就是叫他去骗。发慈悲心也得要有智慧，免得你发了慈悲心还不知道自己到了下地狱的业呢。阿弥陀佛，啥是三轮体空布施？三轮体空，阿弥陀佛，三轮体空就是布施。哎，我就是搞不明白啥是三轮体空。我也是在书上看的，三轮体空是没有布施的物，没有布施的我，没有受布施的他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就是就是。别来无恙。阿弥陀佛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到天界走走一趟。别管了，到了天界哪能回来看你？我要去水道走走一趟。老头子，你有上天入地的本事，你到轨道里做什么？惶惶，酸甜苦辣全尝遍了。天界和轨道是一念之遥啊！一念，阿弥陀佛，老头子，你跟着我念佛吧，念佛能出六道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提不起这个念头啊！阿弥陀佛，咋能让你提起这个念头？你不信西方极乐世界，谁也没法救你。信就是个信念，人类美好的愿望。阿弥陀佛，是愿望，没有愿怎么能到西方极乐世界？这哎你怎么了？老头子，上20块钱，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求佛菩萨保佑我家老头子哮喘病早日痊愈。李居士，你家老头子走了几个月了？你咋没超度他？觉海慈航说，七七49天就随业转世了，老头子早转世投胎了。那投胎到轨道里咋办？那下了地狱了咋办？啊，回向给谁？10块钱不回向了。不回向，一点功德也没有。信佛就应该发心回向，除愿沉溺除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回向给法界众生吧。阿弥陀佛，好，回向给法界众生吧。100块钱。阿弥陀佛，李居士，发心回向给你家老头子吧，超度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谢谢您。咋超度我？填好超度牌位，挂到大殿西方接引栏。让你老头子听闻佛法，下午法会后焚化牌位。阿弥陀佛。10块钱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就在西边？西方极乐世界不在西边，还能在东边？回向给谁？回向给所有的众生，愿他们离苦得乐，愿我的父母身体健康，儿子今年考研顺利。求生西方，求生西方，阿弥陀佛就在西方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你带着咱们一起往西方走吧，趁着咱们还能走动，一起走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就得了？
我可没有那个本事，谁也没那个本事，只有西方三圣接引才能去得了。等咱们这往生堂建好了，一个一个送你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阿弥陀佛，好好念佛，老实念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该上电了啊，快去喊海清。世界的好处多得很，根据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所说，生在那里的人都是从莲花里化生出来的，并不是骨肉凡胎，他们想吃什么食物就有什么食物，想穿什么衣服就有什么衣服，住的是玉宇琼楼，都是用金银宝贝建筑而成的，想到什么地方去，不论多么远，立刻就能到，不用坐车坐船，那里没有灾荒，没有疾病，没有老少，没有冷热，并且一生到那里就永远活着，不会死亡，终日能听见阿弥陀佛说法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苦恼，极乐世界里连影子也找不到。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大概情形。至于详细的好处，尽管说多少时节也说不完的，除非你升到那里的时候就一切都明白了。大姐，您出去哟。您什么时候信佛去了？我刚信呀，还什么不懂呢。信佛能干什么？有佛菩萨保佑，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。哎呦，能保佑什么？那是迷信。不是迷信，原来我也以为是迷信，其实不是，是被大家信迷信了。您看，佛说咱们这个世界是无常的，您想想，天灾人祸，生老病死，不是无常吗？是无常，本来就是，信又怎么样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妈一头栽倒在地，就不省人事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妈一头栽倒在地，就不省人事了。哎呦，能保佑什么？那是迷信。是无常，本来就是，信又怎么样？我们一生下来就和苦恼生死定了合同，亲人偏不到头，出院的偏缠脚不休，还有天然的灾害，意外的祸患，任你有钱有势，灾祸还是跟在后面。即使那些可以摆脱得了，却没有不病不老，更不能不死，这都是因祸造业，因业受苦的自然规律。在中阴界内，根据个人生前所做的不同行业善恶行为，会出现各种虚妄境界，如因恶业招感
而出现种种恐怖境界，因禁步害怕而狂窜逃命，以致坠入苦趣。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业识所变现的虚妄现象，而那时的中阴身已经不是血肉之躯，是不会遭到损伤的。应该安定心神，随缘不动，一心念佛，这样虚妄的境界就会消失，佛的境界现前了，了生脱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了。奶奶，中阴身不就是灵魂吗？我们老师说过，灵魂就是人类的意识，人死了意识就没了，怎么还会有中阴身呢？别乱说，给奶奶往下念。在中阴阶段还会有什么境界呢？答：同时在中阴界中还会有乐意可爱的各式各样情景显现，出现的时候也不能受他的诱惑，上他的当，误入歧途。总之，妈，吃饭吧，吃过饭再让妍妍给你念。好，吃饭吧，吃过饭你们就回去吧，你们一家人好好的，妈知道你累，上班回家照顾孩子还要受海涛的气，都是这么过的日子。妈，千万好好的，别生气，一家子人平平安安的就行了。你爸年轻时也是个坏脾气，在外面喝多了酒，回家来就打我骂我，那时候日子难，妈也有想不开的时候。可看看海涛这么小没有成人，妈舍不得。你爸临咽气时总是后悔没好好待我，人一辈子就是这样，年轻不懂事，到老了明白了也该死了。你们千万好好的过日子，好好的做人。妈，知道了，吃饭吧。妈，吃饭。哎，吃饭。淑萍，下午你带妈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。不用，妈自己去，妈哪儿不得劲儿，妈自己知道。奶奶现在身体好多了，奶奶念佛，念佛其实就是心理疗法。胖静怡居士，法号本界，烈山泰山寺居士林园林长。2002年10月28日早晨6:50往生西方净土。唯有精勤念佛，早求出离。从此他自己修持则愈加勇猛精进，废寝忘食于生命而不顾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不间断不夹杂，决定往生西方净土。我就把你弄在人家开了小差，我王正石，你们千万要来过主念。阿弥陀佛，大家静静。这个老居士是一生精进念佛，佛号四时不断，临命终时亦不颠倒，心无挂碍，终于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多么殊胜！这有力证明了西方极乐世界真实不虚。阿弥陀佛48愿，愿愿真切。我声明一下，以后来居士林严禁闲言碎语，来了就要念佛，就要老实念佛。居士林以后要四时不断念佛，念念阿弥陀佛，行走坐卧阿弥陀佛。前年咱们居士林建了这所念佛堂，大家有了念佛修行的地方。今年咱们居士林准备筹建往生堂，希望大家宣传宣传，万般带不走，只有业随身，发心铸建往生堂，积攒往生资粮，利人利己，功德无量。阿弥陀佛。李居士哪去了？
王居士啊，我刚从居士林回来。好长时间没去寺院了。刘居士喊我去居士林了。有空找师父请请法。园林师父是得了道的大和尚，多少大老板都供养他呢。阿弥陀佛，明天我去。不巧，园林师父出去参加水陆法会去了。阿弥陀佛，师父辛苦啊。是啊，你看咱们的寺院也是周边市县最大的了。师父说在寺院后面再建个佛塔，师父出去就是为建佛塔化缘的。阿弥陀佛，师父功德无量。王居士，我家就在这边，到我家坐坐。没有跟孩子过啊？孩子工作忙，孙子今年考学，跟着他们帮不了什么忙，怕给他们添麻烦。李居士大福报啊，现在的老年人有几个像您这样啊？要不就孩子什么也不管，要不就得给他们当保姆。哦，你来于大姐这儿送地藏经吧。董居士的儿子要考大学了，求咱们给他儿子送地藏经，超度冤亲债主。哦，王大姐在我们家呢，随喜你们功德，再见啊。哎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啥福报，一个人孤孤单单，不如趁早往生了去。都想往生呢，有几个能往生的？抱着贪心不放，以为念佛又能给儿孙积福报，又能蒙佛接引，恨不得把天下的便宜事都捡尽了。想想看，那个贪心不放，阿弥陀佛再大的愿力又怎么接引走？我在居士林看了一个光盘，咽了三天气，身子软得像没有骨头一样，火化了，捡出了20多颗舍利子。老头子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不，那个老居士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？西方极乐世界真实不虚，我亲眼看见黄老菩萨往生，断了气，助念三天，你看他面色红润，哪像死了三天的人。他女儿看见阿弥陀佛把他接引走了，我们大家也都闻到了说不出的香气，真是太殊胜了。阿弥陀佛，人老了只能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等死，死了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投胎。菩萨加持，我70多了还能闻到佛法，闻到了佛法要是不能往生，这辈子不是白白过了一场。李居士，你能发这个心，好好念佛修行，阿弥陀佛一定会接你往生。不是阿弥陀经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？啥是福？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真实不虚是福。啥是德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德。求人天福报，那不是福德。这样啊，看看大家烧香为了全家平安，拜佛为了升官发财，放生为了消灾免难，不求这就求那，不知道自己这辈子随业力来，造了业就得还。大家嘴上说因果，还是不明白因果。念佛能得大利益，那大利益是什么呀？当下利益你没有烦恼，往后利益你出六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对呀，没有烦恼不就是大利益吗？李居士有文化，一说就明白了。太谢谢您了，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，念佛心清净了，没有了烦恼，不就是平安吗？
不就是自在吗？不就是具足福德因缘了吗？阿弥陀佛，那么大慈大悲，大愿大力，阿弥陀佛。弟子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有念佛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回向给六道众生，阿弥陀佛。行了吧，你天天去接孩子，影响了工作怎么办？老伴儿，活一辈子，操心一辈子，什么时候才能静下来呀？老头子，人来这个世上就是还报的。还什么报？还钱是欠下的，孩子讨债，父母就是还债，父母讨债，孩子还债，明白这个理，安心的还这个债，家庭也就和睦了。不明白这个理，天天吵吵闹闹，哪有安宁的时候啊？师父，我家这两年老不安宁，我天天烧香拜佛，可我家老伴身上的病查来查去查不出个原因，说犯就犯，怎么回事呢？是业障，在家诵地藏经吗？有人说在家不能诵地藏经，怕招来鬼魅。真是笑话，诵经是开启我们智慧的呀。你诵每天一遍，病该看哪看，这里查不出原因，换个医院试试看吧。阿弥陀佛，谢谢师父。师父，我一身的病，天天拿药当饭吃，我什么都不想了，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么念佛才能往生？一心一念，心口如意，没有掺杂，没有妄想，必蒙佛即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念佛时就好打妄想，念着念着脑子里都是锅碗瓢盆油盐酱醋，哎呀，想往生可真难呀。不难，临命终时心无挂碍，亦不颠倒，自信心曰称念十圣佛号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。这是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，一定要有信心。师父，念佛法门为啥又叫方便法门？方便就是印记，众生根基不同，说究竟法很多人听不明白不接受，说方便法大家欢喜。方便法是接引众生，究竟是要靠修行才能得到的。师父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还是究竟呢？西方极乐世界从相上说是方便，从理上说是究竟。众生执着于相，阿弥陀佛就事先清净庄严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家仰慕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么去呢？佛说称念我名即蒙佛戒引，众生为了蒙佛戒引，不断的称念佛号，一心称念佛号，妄念没有了，烦恼没有了，贪嗔痴没有了，心境清净了，当下西方极乐世界即可现前，
这就是念佛法门的方便和究竟。大家都认为只有了死了才能蒙佛戒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念佛成片，当下就是西方净土。阿弥陀佛，谢谢师父开示，佛圈巧方便说法，诱导众生，可我们又都执着方便法了。对呀，是信作佛，是信是佛，性外无佛，性外无净土，所以学佛要去悟，在方便法中悟究竟意，不悟佛意，把方便当究竟，那不学成佛呆子了吗？没有，星期天你们来我这儿吗？哎，妈，你的药吃完了吗？快没有了，明天我去买。我给你拿好了，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呢。妈，你不舒服就赶紧给我打电话。阿弥陀佛，我记得了。阿弥陀佛。李大姐，于居士要带大家去南京去学，哎，让于居士跟你说吧。阿弥陀佛，于居士好啊。李居士，南京的师兄说，南京办了个传统文化修习班，学习传统文化和弟子规，去熏习熏习一个月吧。阿弥陀佛，我这把年纪了，在家念佛吧，随喜你们大家了。佛是要念，可弟子规是教咱们做人的道理，人成即佛成，弟子规是基础啊。阿弥陀佛，是啊，我的小孙子也学着呢。我的身体不好，在外边怕惹麻烦，我在家念佛也一样。阿弥陀佛，9月19是观世音菩萨出家日，居士林组织大家参访普陀山，有愿去的居士到刘会计那报名，预交来回费用1000块钱，多退少补。去年我们去普陀山见到观音菩萨在空中显像，一身洁白洁白的，还微笑呢。阿弥陀佛，是啊，就在太阳旁边的云彩里，不仔细看，以为是云彩，越看越像观世音菩萨，鼻子、眼睛、嘴巴可真亮了，低着头往下看，就像画上的一样。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。我是居士林，这里有一个病人晕倒了，请你马上来救护车。
贝儿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普陀山。哎呀，你走错路了。没错，没错。老贝儿，普陀山在东面，你往西面走，哪能到啊？没错，没错。现在我知道，有些念佛的人处理事情很有智慧，原来不是通过思考，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。由念佛的人心清净，融合佛法，感应道交，因此如果有消要求，都能得到道可考试的一个圆满，所以他的心念能圆满成就。不，真正念佛就往生的人。是不外可以去九冥冥想落等虚幻的事实等等，若是为了探究你已经等一小区去而去念佛，虽说你有意义，但是谁都要学习，像这般难题是一样不能去。阿弥陀佛，我原来念佛也在求现前利益呢。信佛就是求平安健康，求财源广进，求消灾免难。老头子，那是你对佛教的误会呀。念佛可不是求这求那，求的都是孤兰打水一场空。那求清净，对吧？清净怎么能求得来？不求怎么能清净？不求才能清净呢。人世上哪有不求可得到的东西？求生西方，那不是求啊？那是发愿的意思啊。发愿就能得到，我发愿升职就能升职。阿弥陀佛，我明白了。信愿行，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真实不虚，才能发愿往生那里去。发了愿才会去行，行就是精进修行，修清净，修无求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修来的，不是求来的。醒了，醒了。妈，你醒了。哎，你睡吧，妈睡好了。你这是真孝顺，只看着你。寸步不离。妈，你喝瓶奶。老姊妹，你有福啊，有个孝顺的儿子，儿媳妇来好。好，孩子都孝顺，我这一病倒，又开始折腾孩子了。海涛，快扶扶老太太出去。不用扶，不用扶，快去照顾你妈去吧。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你快给你妈弄饭吃去吧，你妈一天就没吃东西了。老了就怕得病。海涛，等会儿去接接这个老太太，都在一个病房里，互相照应一下。哎，昨天他儿子来了，今天就接他出院了。病成这个样子怎么出院？可能接他回去静养吧。阿弥陀佛，来坐坐坐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是我的责任，我的责任，让您老人家病倒了。怎么这么说？我这是老病根子，业障现前。阿弥陀佛，您身体不好，精进念佛要根据身体情况慢慢来，疲劳念佛也不利于修行。累是累了点，心里真清净啊。阿弥陀佛。修行是为了让身心都得到清净。释迦牟尼佛正道前看到琴师调琴悟到了中道，琴弦松了紧了都不能弹好音乐，修行也是这样，过激修行
无法达到身心协调的效果。阿弥陀佛，咱们的业障大，你看人家外地的念佛道场，一天24小时佛号不断，多出生呢，念念相续才能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念佛不是等死啊，老菩萨，念佛是让我们断除贪嗔痴慢，保持心境清净的呀。我们以为念佛就是等待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样不对。贪嗔痴慢断不了，妄念不断，怎么能和西方极乐世界相契相应？阿弥陀佛，老菩萨，您好好养病，有空我再来看您。今天咱们居士林有法会，我们先走了。海涛、苏萍，老太太，你儿子还没来，让你儿子办出院手续呀、啊、你已经欠费600多块钱了，过了中午又算一天的费用，药都停了你还住着干什么呀？说今天叫我出院了，一会儿就来了。我人来了，来了，快去办出院手续，走，跟我去拿出院单。我身上就几十块钱了，知道你付不起欠的药费，赵医生已经给你填写医疗救济单了，你去填个单子就行了。老大姐，你什么病啊？这心脏衰竭，该死的病，治不好了。阿弥陀佛，您病这个样子，回去怎么办？回去吧，反正治不好了，别给孩子造孽了。大儿子跟我断绝了关系，小儿子出去打工，挣2000都花在我身上了。淑萍，你去喊他儿子回来，你去。妈，你喊人家干什么？我给老大姐续医药费。哎呀妈，你还真想做菩萨。淑萍，我有医疗保险，花不了几个钱，每月有工资，还存了一点钱，难日子妈过过，妈不能让老大姐回去等死。别起来了，我去我去。闺女别去了，我再治也治不好了。嗯，对，我的条件比你好，你小儿子也够孝顺的，谁家没有点难事儿？我娘走的时候也是没有钱看病，才38岁，那时候我10几岁，我娘躺在床上吐血，怕我害怕，临死还给我讲故事。嗨，生老病死没有谁能躲得过去，可惜我娘不知道念佛，知道念佛下辈子也就不用再受生老病死的苦了。我听人说念佛咋念，俺那庄上传耶稣说死了以后能升天堂。阿弥陀佛，到了天堂还要老死，死了还要轮回，念佛是要出轮回，再不用生了，再也不用死了。孩子，可别这样，回去好好孝顺你妈。妈，妈，妈，醒醒！海涛，妈看见你爸被分裂了几段。妈，你又做噩梦了。阿弥陀佛，妈做了个噩梦，可看你爸痛苦的样子真真亮亮。妈，你又想爸了。阿弥陀佛，我知道你爸是视线地狱像给我看的。海涛，你爸不信佛，你们也不信，我担心我不行的时候，你们不能给妈念佛呀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念。
海涛，居士林要建往生堂，妈思维着，妈不知道哪一天就走了，把房子卖了，建往生堂。建好了往生堂，妈和老姐妹也都能在那里安心往生。妈，你在说梦话吧？妈没说梦话，妈醒着呢。妈，你好好养病，这事儿咱们以后再商量。妈好了，天亮了出院吧，在医院住着不方便呢。我问问医生再说吧。妈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老姐姐，我要出院了，你安心养病，等医药费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。老姊妹不要续了，够让你发挥了。老姐姐好好念佛吧，求生西方，咱们再也不用受这罪了。我念着了，心里一直都跟着你念着了。念出声了，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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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了妈，我妈我嗓子。阿弥陀佛。李老太太，回去按时吃药，不要过度劳累。无论什么事啊，想开点，千万不能生气。阿弥陀佛，不生气。学佛的人不生气。那好，老太太精神状态很好啊。心脏病人平时要注意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，情绪不能有太大的波动。老太太信佛，正好调剂这种心态。海涛，你别抽了，妈刚回来。妈，你刚出院，咱们一起住吧。公司里有事儿，我去上班了啊。淑萍，你也去上班吧，中午我做饭。妈，我请假了，一会儿我去买菜，妍妍就等着你出院，庆贺庆贺呢。阿弥陀佛，妍妍这孩子就是懂事，妍妍学习还好吧？还行。这孩子一点都不踏实，放松一点都不行。管紧点儿，管紧点儿，对孩子好。奶奶，这是什么做的？那是菩提子的。那这个呢？檀木的。还有香味呢。奶奶，这种佛珠能辟邪吗？能辟邪。奶奶，您见过鬼吗？鬼长什么样？阿弥陀佛，奶奶没见过，鬼也和人长得一样。奶奶，这是做什么？金刚砂。金刚砂？金刚砂做什么用的？说是能超度往生。超度往生？奶奶，您说这沙子能超度往生？妈，你看妍妍和你亲的，妍妍和奶奶说一会话就去做作业，听到了吗？知道。妈，我给奶奶念段书就去做作业。你就是找着理由多玩一会儿。妍妍去做作业，奶奶一会儿就睡了。奶奶，今天作业少，我一会儿就做好，我给您念一段觉海思航。上次念到哪儿了？
阿弥陀佛，李老菩萨，您出院了。阿弥陀佛，病好了。都是业障呢，好了，就消了一个业障。今天不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吗？哦，林长他们去普陀山朝拜观音菩萨去了。阿弥陀佛，我倒忘了，咱们的往生堂啥时候建？那只是个计划，5-6万块钱，不是个小数目。我寻思着呢，我把房子卖了，发心建。阿弥陀佛，建起了往生堂，也算做了点好事儿。这场病我也明白了点道理，人活一辈子不能为着自己活着，为大家活着，为大家做点事儿，多做点事儿才有意义。阿弥陀佛，是啊，学佛就应该这样。阿弥陀佛，老了，看书也记不得，干什么也不够料了，就按照佛菩萨的样子学着做吧。阿弥陀佛，随喜老菩萨功德。妈，你还没有睡啊？没有呢，妈等你呢。什么事？书评哪去了？辅导妍妍做作业呢。海涛，你坐这儿。妈，什么事？海涛，你爸走了一年了，24是他的忌日。24星期几？下个礼拜二。在医院，妈梦见你爸四分五裂的，妈就寻思着是个梦，咋就那么清凉？妈一辈子没啥出息，好歹老了闻到佛法，闻到了佛法，妈就不想像你爸那样死。妈说啥也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你爸做了一辈子干部，也没留下什么。人活一辈子，该做点有价值的事儿，把往生堂建起来，也算我帮你爸做点事情吧。妈，随你一便吧，那是你的房子。妈，海涛喝多了，你明天再给他说这事儿吧。阿弥陀佛，好的，明天再说吧。妈，你心脏不好，心里别装事儿，房子算什么，妈的身体要紧。你们现在条件好，妈有海涛的时候，家里连个白面也吃不上，你爸想方设法给我弄来2斤白面，拌面汤喝，觉得好吃的不得了。那是哪朝代了，那时候都那样。妈，看儿孙那么孝顺你，你就好好享享福吧。从你爸调到机关里上班，妈就享着福呢。妈，我们都有工作，也用不着您的钱。老的忙忙碌碌一辈子，还不都是为自己的孩子打算，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。妈，你念佛，念佛不就是保佑我们一家老少平安健康吗？你健健康康的，也是我们儿孙的福。嗯，是是。哦，李老太太，你来复诊。我这病啊是老病根子，不用复诊。我打听一下，和我住一个病房的黄老太太转院了吗？今天一大早她儿子接她回家了，她的病没办法治疗了，手术不能做，80多的人了，回去静养静养也好。
这样回去不就是等死了吗？哎，在医院只能增加他儿子的负担。李老太太，您可是度了黄老太，您出院后他一天到晚念佛，和他说话也是念佛，念佛还挺管用，那几天他的病情很稳定。麻烦您帮我查一查黄老姐姐在哪里住，有时间我去看看她。行，您等会儿。柳河镇黄楼乡黄里村哟，离市里七八十里路呢，交通也不方便，我劝你就别去了。阿弥陀佛，能知道他哪天走，也能去给他助念，送他一程，他们那里没有念佛的呀。妈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我没事儿，我念佛呢。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检查身体吧。今天我去了，妈没事儿，身体好着呢。你去看那个黄姨了？你黄姨出院了。淑萍，明天我去看看她，出了院在家也就快不行了，能见她一面给她助念助念，我心里也就踏实了。阿弥陀佛，你找人？哦，我是李老太的儿子，找你们林长。您课堂里坐，我去喊。林长在念佛堂领大家念佛呢。阿弥陀佛，你好，你好，坐坐，快坐。林长还认识我吧？认识认识，李老居士的儿子。林长，有件事想请林长帮个忙。阿弥陀佛，您说您说。我妈这个人心肠软，别人有难事她就睡不着觉。我妈在您这里念佛已经一年了吧？听说你们在这里要建往生堂。阿弥陀佛，是啊，念佛就是念生死，建往生堂就是为这些老居士们准备的。别的事我不懂，我妈卖房子建往生堂我不答应。林长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他老年人想到哪是哪，你别认真啊。阿弥陀佛，我理解，我们会劝他考虑你们的意见，学佛是为了脱离生死烦恼的，不能给别人带来烦恼。海涛，妈昨天说去看黄姨，我没放在心上，妈今天真的去了。你给黄姨打个电话，妈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去接她。你知道是哪个黄姨？是住院认识的，他家里离市里七八十里路呢，这快要下雨了，妈身体又不好，万一路上有个什么事儿怎么办啊？我走了。阿弥陀佛，
妈这个人就是个直心眼，往生往生，往生就不死了。哪有希望极乐世界？要真有，还不都移民哪儿去了？妈以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死了。哎，只要不死，什么都信，什么都舍得。什么都舍得，房子说什么也不让妈卖。看着车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哎呀，海涛，给你打的伞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妈，妈，妈。李姨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弥陀佛，你妈怎么样？快不行了，过去一阵子又醒了，一直迷迷糊糊的。快带我帮你妈去念佛，你也跟着念。孩子，你别哭别哭，给你妈念佛。爷，谁能行了？阿弥陀佛，黄老姐姐。我来看您来了，黄老姐姐，我来给你助念的，你跟着我念佛，什么也不要想，想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啊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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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都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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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老伴儿，我飘无定所，哪里才是我安身的地方？阿弥陀佛，念佛吧，西方极乐世界才是安身的地方。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幻想啊！老头子，不是幻想，阿弥陀佛不会打妄语。阿弥陀佛发了48愿，
只要我们至心信要，乃至十念，阿弥陀佛就会接引我们往生的。老伴儿，你能渡了别人，可渡不了我呀。妈，咱们回去吧。阿弥陀佛，海涛。妈，你又想爸了。海涛，你和淑萍的条件都很好，这是你们的福报，要知道惜福。大家活在这个世上都不容易呀。哎，妈。海涛，你们忙，妈不能给你们帮什么忙，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妈在这儿住两天，清静清静。妈，好好的，你又胡思乱想。医生说你心脏不好，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。妈知道，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。阿弥陀佛，好好。听说这个师父闭关三年，原来修禅的，在关内开了悟，出来专弘净土法门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和诸位居士大德信中殊胜机缘，感到无比的高兴。我来自云南安乐寺。我要和大家探讨的第一课是念佛的功德利益是什么。阿弥陀佛，咱们念佛都想得到些功德，得到些现成的利益。如果念佛没有了功德利益，大家玩玩念佛吗？阿弥陀佛，我看十有八九的居士会说，那念佛有什么用？大家看看，我们念佛原来是求怀抱的。好，求怀抱佛怜悯众生，那么就求大家怀抱。这怀抱就是我们常说的功德利益。什么是功德利益呢？我们先讲功。什么是功？无我是功。什么是德？利人是德。做到无我不容易，凡夫和佛的境界就在我与无我的差别上。没有我相，才能真正达到清净境界，与众生同归一体。有我相，生死病苦马上现前，贪嗔痴慢马上拉你进烦恼的苦海中。想一想，有我的念佛修行，哪里有什么真正利益？那不过是修得一点人天福报而已。念佛的真正利益是断除烦恼，断除生死病苦，彻离三界苦海。生死苦海不能断除，是我们的功夫不到，还要精进修行。断除了这些，念佛的利益就够你享用无量劫的。Yeah.
老伴儿，你也死了？死是对肉身的说的，心永远不会死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那是个无常的世界，妄心所现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没有留恋的，还怕什么？有几个人能不留恋？吃穿用住，亲朋老友，为了这些奔波了一辈子，怎么能不留恋？阿弥陀佛，那都是因缘和合的假象，大家都被这些骗了，以为这些是真的，在外相中迷惑颠倒。阿弥陀佛，今天我们居士林为李老居士祝念圆满，大家辛苦了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李老居士不负众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们看。李老居士身子柔软，看看，柔软的，阿弥陀佛，腿也是柔软的，阿弥陀佛，不可思议。海涛，你看看，你妈的脸色哪里是死了三天的样子，红晕如生。你来摸摸你妈的身子，哪里是冰凉的，来，你摸摸，肌肤柔软又有弹性，你摸摸，这哪里是断了三天气的样子。妈，你没有死，妈，你没有死吗？妈妈，告诉你不能哭，不能哭，你出去，出去哭，你出去。妈妈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妈，你真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吗？妈，妈。老伴儿，你去哪里呀？阿弥陀佛，你看前面，阿弥陀佛就在前面。带着我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阿弥陀佛，念佛呀，跟着我一起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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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老伴儿，我明白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本来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归宿，那是一个没有贫穷、没有瘟疫、没有战争、没有仇恨的世界，那是一个没有烦恼、没有生死、没有私欲、没有病苦的世界。那里的人民平等一切，温和善良，无欲无求，心性相同。那里的国土没有寒冷酷暑，没有地震海啸，
没有洪水飓风，没有恶虫野兽，那是一个透明的琉璃世界，处处莲花开遍，雅韵缭绕，光明照亮。